过去两个星期共有11000人报名参加由植总恒息资助的免费数码科技课程。这23项智慧国与你系列网络研讨会包含讨论、路演和培训课程，协助工友和商家搭上数码列车。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里医生在一场科技技能与职业展上透露，有超过600人也报名了付费课程。他呼吁更多人加入学习数码科技的行列。